下跪，攥紧你拳头不松手，过河的卒子不后退。19世纪中叶，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，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，限香港，开五口，残害生命的鸦片如潮涌进，而大量白银却向外流去，土地兼并日趋严重，腐败的清王朝正义汇成，刑以银免，贪官酷吏如同虎狼，压迫愈深，反抗愈烈。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英雄们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，掀起了震惊中外的农民战争风暴。什么生意也不如黑金子能暴富啊，风险很大呀。谋大利者必伴有风险呐。听说你上一船货出手又买了800亩好地呀，还不是靠王大人庇护。不过你可要小心啊，近来平南贵品一带可不太平啊，连着几年欠收，粮价飞涨，拜上帝教又在民间兴起，你呀，可别逼着百姓造反呐。兄弟们，兄弟们让一让！
怎么回事？冯先生，冯先生，他们把粮食从后边拉走了。啊，后边拉走了，看看。今年是道光三十年，正是庚午年，今天是十月初一，说的就是今天。金戈铮铮就是说，我们要拿起刀枪，跟随天王一起干。天国太平，我想就是说，我们要创建的新天堂就应该叫做太平天国。小民清幽，小民清幽，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，小民清幽，小民清幽，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。兄弟们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不再剃发了。下面有天。